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会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。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密法，命同白祖监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。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